OK，一条绳子，这个是大疆 Osmo， 这是大疆 Osmo 的充电器。我好笨。这个应该是前两天还 Osmo 的时候是直接给他的，可是我却忘了，我真的是个容易健忘的人。然后今天呢，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开车去还给他。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现在是12点整，跟他约了，跟 Fred 约了12点，然后他现在似乎没到，再等他一下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阴，空气非常冷。OK， 12:02。刚才看到几个毛头小子从这边直接跑到那，从马路的这一端跑到那一端，可能是风太大了吹的。其中一个女孩的长发飘起来飘逸，可能是用了非常好的洗发水。因为刚刚在外面实在风吹太大了，于是我在车里再等她一下，现在还没有吃饭，所以要等她来了再吃饭。快点来呀。啊，这个帽子已经在我的淘宝店的开始卖了。你要走了吗？我要走了。你要上厕所？行行行，不好意思，下次约你啊。好。哎呀，解决一块心病。他过来就为了拿个东西让他走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他从 UBC 跑过来的，那地方真的是充满了回忆。OK， 之前呢，在这个mall里边 ，Richmond Center 被列为黑名单了，不让我拍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进去，但不能拍。一会儿见。OK， 外面下起了雨，现在是几点？1:46。OK， 因为呢，在这个月的下半旬，我要去饰演一个角色，所以啊，我怕身体垮了，于是我最近就加强了这个体育锻炼。今天呢，又约这个桑林去打会儿篮球的同时，去健身房练两下。今天是非常冷的一天，但是呢，我依旧穿了这个短裤，直接穿短裤过去。所以今天不要特别特别累，因为回来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比如说今天是英雄联盟的这个世界2016年世界冠军赛，我还是要继续直播。哎呀，继续穿着这个普通的鞋走起。有时候运动鞋，打篮球嘛，不一定要穿篮球鞋，对不对 ？OK， 今天是周六，我没想到啊，因为这边车真的是非常的多。加拿大这边很多学生呢，是从小就培养这个 hockey， 从小就在那打。像咱这年纪在中国，小时候旱冰都不敢滑呀。我的天哪，差点第三个镜头就爆了，太幸运了，我把它藏起来。 OK， 现在情况是这个样子，刚才大概投了100个球吧，可是只进了大概只有20多个，丢了80，所以我现在投篮的手型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
所以等一下我将尽快结束这个篮球练习，然后直接上去健身，因为我真的发现肌肉有点萎缩的现象。4:49 OK， 三林到现在还没有来，我这次被他放鸽子了，但是正好打完球40分钟热身一下，该练肌肉了，该练了。Then you can say at least I've tried with the first step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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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ve on up, don't let it slip. Oh, oh, oh. 今天在这边的任务是推胸器啊，推胸器呢大概做4到5组，然后这个拉背器呢做同样4到5组，然后这个练三头的大概也是4组。You're the one who writes your script.然后4组已经做完了，现在胸特别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哥。米奇沃克斯。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哥米奇沃克斯，欢迎来到米哥拆封。在今天啊，截止到目前呢，看了好几期这个英雄联盟的这个电子竞技世界冠军赛，怎么样？期间啊，跟网友互动了很久，然后他们就发现，这个战队是这个雷蛇公司赞助的。我说然后他们用的鼠标啊、键盘都是雷蛇的。我说或者其实我心里还觉得逻辑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呢我突然想起来，在前两天呢，在 JD 家我拿过来一个键盘是雷蛇的，所以我想要不要今天把它拆开。后来问 JD 说我这个几乎不用，所以你把它拆开吧。所以欢迎来到第一期米哥拆封 Vlog。 然后这是在我手中的键盘，就是这个 Black Widow Ultimate。好了，桌面是非常的脏乱啊，可以看到底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杂物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今天主角是 Black Widow Ultimate， 非常非常简单，这是我们的键盘，这个版本呢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这边是绿轴的，可以看到这个轴就是这个样子，绿色的，具体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，可以看到非常清楚。他说世界上第一个 Mechanic Switch Design from Ground from Gaming， 说是首创 All New Razer。看起来不错，反正就是建成，等会儿摸起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。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稍微是有点旧，应该不是2016版，因为它支持是 Windows 8， 改变是没有太大区别的，比如说这 Razer Snappers 2.0 可能现在是 3.0 怎么样，感觉没什么东西哈。 OK， 我们直接把它拆封吧。 OK， 确实是锁着的，今天用这个拆封，这个拆封绝对是非常非常锋利的，于是我们把它拿起来，这个绝对是破坏型拆封。 Come on man， shit， 这两把突然发现都不太适合了。OK， 对比试试。好了，在我面前呢就是这个传说中的这个，好久没有用到这么高档的了，这也太高档了吧！看看这个场面啊，这场面非常壮观。这个塑料纸做的非常的硬结实。
对，这是我们键盘的主体。正如我所说，键盘，我的天哪，这键盘真的好重啊，真的很沉哎。OK， 在这里边有一个附赠的，这个叫 For Gamers by Gamers， 就是游戏玩家赠送给游戏玩家。究竟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眼 ，Open， 哇，里边抽出一种，这个可能是一种信件，难道又是传说中的 Congratulations 吗？哦，还真的是 Congratulations，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。哎，烦人的贴纸。OK， 我们看看啊，说明书在这儿，有 Quick Start。啊，非常简单，然后还有一个保修单啊，各种啊，还有当然了，缺不了这个贴纸，这个贴纸呢永远会存在，但是呢永远没有人用，比如说我就不用，物归原主的感觉。我们把它火速拿出来。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，键盘一定是重中之重，尤其是玩家来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上面有 Windows 键，快捷键在这里。比如说第一行啊，第一行是什么东西 ？F1、FL、F3， 静音啊，静音，减小音量，增大音量，多媒体按键啊，后退、前进，这其实说实话真的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用。然后这个 F9、F10， 哎，这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哦，一个是瞄准。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应该是键盘的啊，这个底下这个背光灯亮度的调节，还有这儿还有一个 sleep button。当然了啊，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。对于我来说呢，一款好的键盘一定要配备 USB 至少一个，最好是两个 USB 接口，静音按键很容易调节声音的。可是刚才看到它还得需要组合键，这一瞬间让我感觉到哦，有点惋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 ，OK， 上边跟下面呢什么都没有，但它侧面有一个非常可人的啊，非常感人的 USB 接口，还有一个麦克风入口，还有一个耳机入口。耳机我可以想象的出来，可是麦克风。哦，拿根连线。为什么有个电话在这儿？麦克风接口。我还有 Blue Yeti， 没关系。USB 的，所以这个麦克风接口对于我来说，也就是说现在我这个超神一般的麦克风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用，没有办法配合这个键盘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我似乎还拥有一件神器，这件神器简直跟这个天衣无缝的配合呀，真的是太好了。这是一副耳机，我这副耳机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之前啊，任何人展示过它的用法，展示过它的来源。今天大家开眼了，我终于可以因为这个键盘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藏家之宝。这是号称可以录音，可以团体聊天，超高的音质配合PC、PlayStation 3都可以，看看这个感觉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看这个连线啊，非常的长。看这个造型，还有这么大一个中控，还打结了，打结了。OK， 告诉你为什么我从来不跟大家介绍。首先呢，这儿有个 USB 接口，我们这个键盘有吧？啊哈 ，USB 接口接上之后会怎么样？你可以听了。可以听到声音，电脑的声音。然后呢，你想用耳麦是吧？这儿一个耳麦，非常高超的耳麦啊，非常高级的耳。
高级，特别高级，说话特别清晰。然后需要怎么样？需要把这个小头，这个绿色头插到这个啊麦克风的地方。这是有麦克风了，哎呀，终于插好了，这时候就可以用了，又可以聊天，又可以听到音乐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可是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这时候这键盘上还剩一个耳机接口，我该怎么办？对，我应该再接一个耳机，没错。于是乎，我拿这个 Blue Lola 这个非常好的耳机，然后把它接上来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所有的接口呢就完全应用成功了。于是我把它戴上。我突然发现这个耳机就是垃圾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所以我从来把它雪藏了，因为它要占用一个 USB 接口的同时还要占用一个麦克风接口，你怎么设计的？最可恶的是这个中控，看看这个复杂度，我的天哪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按键，而且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使用，而且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差，噪音是极强的。我买这个是倒了血霉了，倒了血霉了。What the hell? Wow! 这只是个键盘呢，要接两个 USB 接口到后面去，然后再把这个接到机箱后面。就未免太复杂了点儿。我准备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接一个试试看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我把我的这个一个拔下来，所以我的这个摄像头不能用了。Razer。哇，太漂亮了，灯管，漂亮，真的漂亮。漂亮，能打字。帅呆了。摁住组合键。灯光变低，灯光调亮。睡眠。这个什么东西，哇，它闪了一下。再看一下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十。射击板。可以看到这是有。哇。真的是太帅了。摆在我面前的这个雷蛇键盘用到现在为止呢，感觉啊触起来非常的舒适，内容非常的复杂，手感还不错，具体使用体验咱日后再唠。总之现在我有点乱，特别乱。它只是个键盘而已，专门为竞技而诞生，因为它明显用的是竞技的耳麦，对于这种专业的主播级没什么用，所以电竞玩家首选，因为它只提供了一个麦克风，而我这个比它便宜大概便宜一倍的，还有两个 USB 接口。Okay, I'll think about it. 将在明天起来之后真的试用一下，感觉好就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这个没有人。没有人给我钱去做这个评测，所以它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我有我的抱怨，我也会告诉大家，这就是米克评测和体验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关机。